NCC 确定要开放电视节目商业制入跟赞助规范了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昨天宣布，最快时间就从今年九月底开始开放电视节目商业制入、行销和赞助。不过，对于新闻跟儿童节目仍是禁止制入的。另外，还特别放宽体育赛事跟艺文节目画面可以出现赞助商的商标，这最新的一个规范。